为了提升秀林乡文化观光与部落产业能见度，秀林乡公所和北海道白劳町举办了线上签订友好交流议定书。秀林乡的王玫瑰、白劳町町长户田安彦都一起在线上签订了这一份议定书。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，上任以来积极推动秀林乡各个观光产业的能见度，不仅向内办理各项部落产业的辅导以及推广计划，同时也连接花莲县政府、台北市政府许处单位、花莲农改场等单位，一起推动本乡的产业发展。而这次秀林乡能够迈向国际化的脚步，与日本白劳町签订友好交流议定书，让秀林乡与国际之间有更多更良好的互动以及连结，希望可以借助更多的国际交流经验，展现秀林乡泰鲁格族在地的自然以及人文特色，让全世界能够看见认识秀林乡泰鲁格族深厚的文化产业。会签跟他们签上协定书约，其实最重要就是要扩展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。那我们应该都知道，日本国他那边有一个叫爱伊奴族，其实他是当地的原住民。那我们想说跟他们在不管是在文化也好、教育也好以及产业发展也好，能够进一步的来做一个交流。那这几年其实我们在推展整个产业发展，我们都一直觉得是说一直推不出去。那我们是希望是说能够让我们的文化产业能够走向国际，就必须一定要跟他国的少数民族能够做一些交流啊。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机会，不仅是可以扩展我们自己的视野，更能够让我们的产业是能够国际化。好，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。秀林乡期盼透过签订友好交流协定案，积极向运用在地优势进行城市外交，逐步建立文化、教育、经济、社会等多元面向的交流管道，并把握国外城市接触的机会，行销花莲，搭起之后进一步友好往来的桥梁，促使两乡丁交流成为秀林乡外交的重要一环。希望透过签订友好交流协定，拓展秀林乡产业外交的崭新视野。记者熊永全报道。